他就是一定要上去跑，然后去滚动这个垒包上的一个状况。这个就打穿了中线的防线。那 Ryan Hunter 击成了安打，站上一垒垒包。我觉得上半 lead of single， 前半段的一个历史。一垒上的跑者启动了，打者挥空，这个球 take safe， 盗垒成功，打者三振。对。这球拉在一垒手这边，结果弹到了旁边去。这是一支强劲的安打吗？那二垒上的跑者已经是绕过了三垒，闯回来得分了。他的 early 的棒子依然非常的恐怖、哦。美国队五局的上半，添下了超前分3-2。这个球是一垒手的一个正面的强袭的，看要记录给安打还是失误了、嗯。这个球打得很强了，正面弹了。嗯。是要给安打还是失误？这个手套邱亚恩虽说是放下来了，可是弹到了旁边，给失误了。记录上面先给出了失误。